一本《谢雪红传》，两个青年的寻根之旅，穿越时空，交叠出三代人的尘封记忆和家族秘密。四位台湾女性多舛的生命故事。金典奖编剧詹杰，创作社剧团，剧场才女导演徐艳玲和创意设计群实力派演员联手演出《逆旅》，就在公视 HD 频道。